大家好，我今天要去北京传说中特别艺术的那购物中心芳草地去看一看，然后顺便给你们录一个 vlog。妹子，怎么感觉你最近白了呢？说，那可能是我夏天美白做的挺好的，然后不怎么出门，另外出门的时候防晒也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哦，我最近在用这个素肌的谷胱甘肽原液，还有它的面膜。谷胱甘肽。这个原液里面呢，除了我们熟知的保湿的玻尿酸，还有美白的烟酰胺以外，还有这个谷胱甘肽，它是人体中本来就有的美白抗氧化的成分。另外呢，美白针里最多的成分就是它，而且欧美还有人口服谷胱甘肽当保健品呢。我一般呢就是用完爽肤水滴3到4滴这个原液，然后每3天用一下这个面膜，就过几天皮肤就变得很有光泽了。你确定吗？靠谱不？当然确定了，这都是通过药监局认证的，要不我也不敢用了。而且呢，这个原液它的质地就像水一样轻薄，而且没有味道，看是这样子的，透明的。然后这个面膜呢，它也是蚕丝的那种，摸起来特别轻薄，所以说完全没问题。那你借我用用呗。可以啊，不过今天我得赶紧化妆出门了，改天见你用。结果我还是迟到了。我朋友等了我半个小时，好尴尬。这是我第一次拿相机录视频，有点紧张，而且它电池好像持久量没有那么久。好了，好像看到芳草地了，好漂亮的建筑。成功汇合，我们要去先去找吃的。我找了好久，然后我到那边，感觉那边的出口跟这个不太一样。我们打算先吃一下这个港式茶餐厅。点了一个这个煲，好香啊！里面有牛肉丸，还有菜，还有金针菇。然后这边点了蒸的凤爪，还有排骨。还有一个鸭胸肉粥。牛肉丸上面现在的一切还有受伤的时间还有弥留的热切还有倾听的我哦也请再看一下还有优雅的苔藓还有不满的时间还有可爱的我啊何时啊是不是有好多人都会打卡的拍照点从今往后多珍惜我可能是卫生间打卡小能手，芳草地的卫生间好高级，自己还有一个洗手池，还有这种马桶。大脑区别。芳草地我们走了，我们下一步要去看旁边的世贸天街。我感觉这里衣服都太，怎么说呢，太成熟了吧。保持朋友之间必备唱歌项目。追逐着你的眼。这评分，我还以为满分是10分，结果满分是100分，绝了！麦子仓库的蛋糕，的花生先生，豆腐应该是花生。看到了河马先生，我打算过来看一眼。这里有好多抓娃娃机。但是我不会抓，我朋友特别想要一个。
场生鲜最贵的海鲜们。看着太美味了，人生乐趣逛超市再次实现。走出来以后是个就餐区，然后旁边有一条美食街似的。温馨提示大家，在这里买什么东西，就算是外面美食街啊什么，都得用盒马那个 APP 才能买，要不然啥都买不了，所以一定要来之前下载好，要不然我们就是线下的。逛着逛着逛到了国贸商城，然后逛了逛，太能逛了，有点累了，6点左右了，该回家了，快回家了。那我今天的算是哪儿呢，反正逛吃逛吃逛吃就结束啦。今天是我第一次拿相机拍，你们对这个画质啊还有各方面还满意吗？可以给我多多提提意见哦。然后谢谢你们观看这期视频，我觉得今天吃那个冷锅串串真的蛮好吃的，但是我真的要开始减肥了，认真的，所以呢以后我会注意少吃点的。不过我觉得我今天吃的应该也不算太多吧。拜拜。